象很好，一直顺着这个路跑，嗯，跑到后来，跑到也没有后来，跑到后来会有一个分支，嗯，从左边那条 ，OK， 从左边那条顺着左边那个方向 ，OK， 然后下来的时候我们再往右边那边，啊，先顺着路靠左边跑就对了，好，左边跑，然后你会碰到一个岔路，所有的山路一律往上，有岔路往平的往下的都不要理它 ，OK， 就是往上。宫殿塔，好，宫庙殿塔，对啊，大约在3分钟之内可以宫庙殿塔 ，OK。